看起来真好吃，韭菜虾是我最爱吃的馅儿。 看起来真好吃，韭菜虾是我最爱吃的馅儿。我是艾玛，我现在这里谢谢你们对我的支持，特别是从温网到美网，从伦敦到纽约。当我知道你们看我的时候，我就很开心。我也不想让你们失望。我非常遗憾，我今年不能来中国，可是我明年一定会来打中国的比赛。 到时候我希望你为我来加油。好了，我现在有一个微博的平台了，你可以在这里找到我。再一次谢谢，再见。大家好，我想说谢谢。我希望你喜欢看我的网球，我现在特别开心。但是我们赢了，再见，我爱你。我觉得我自己像汇丰银行，因为是东方和西方最好的结合。